把脊椎骨的转动多操作出来，帮助我们。哦，目的在哪里？就是把这个顶肘把它给打好。这个时候踢起来的脚往下落的时候要拍地，对的，拍地有声，但是追求的不是声音，是要深入到地底下去。而且光拍不够，并不够，用手来表示也许更清楚一点。他要拍，还要拍中带碾，碾就是旋转，好像碾米推磨那个碾啊，当然不是全部，不是要转一个大圈，但是脚拍下去，看看脚，它有捻动的动作，帮助我们在地下而言，钻到地底下去，它不是这样子下去的，是这么下去的，带着旋转的劲道下去的。